级汽车。超级汽车救援队，救命！超级汽车，超级汽车救援队，超级汽车，超级汽车救援队，全体准备，出发！这里有小偷，救命！紧急情况，紧急情况！全体准备，警车出动，准备就绪。第五第五，我是厉害的警车，第五第五，超级无敌的警车，当你需要帮助大声呼唤我，你被逮捕了，超级无敌的警车。这里失火了，超级
下车吧。小汽车滴滴答答，我们终于到达了。下车吧，小汽车滴滴答答，我们终于到达了。大战暴龙装甲车。哇，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哦，是什么？暴龙装甲车。哦，哇，看起来好酷啊。哎，别磨蹭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来了来了，酷宝，让我再看五分钟，要不三分钟也行啊。暴龙装甲车，嘿嘿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暴龙装甲车。哦，酷宝。对不起阿力。酷宝，你得专心点，我们今天必须建好这座大楼。我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心！是暴龙装甲车！酷宝，快跑呀！电影里的暴龙装甲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情况不对劲，赶紧呼叫指挥中心！酷宝还有瑞博，你们怎么了？暴龙装甲车从电影里跑出来了，它推倒了我们的大楼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。变身大力神吊车大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手臂哐哐哐，把石头吊起来，大铲子咔嚓嚓，救援全靠它。大家别害怕，快去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帮忙。不许你伤害大家！大口子甩呀甩，紧紧的
会抓住你，一二三上后拉，哎呦逃跑啦，水泥边边边高高墙壁困住你，站住别想跑，糟糕，大蠢子我要挖，挖出个大洞洞，等着你快靠近，快用掉进去，滚筒转呀转，水泥水泥哗啦啦，变成雕像吧，哈哈，成功了，快开始修建大楼吧，快掘起挖呀挖，大吊车搬呀搬，跳翻车转呀转，工作开始啦，加速来建造，一层层越来越高，大楼建好啦，哇哦，大楼比之前的更好更高了。说起来，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哼，你以为我又失败了吗？不，我还准备了升级版。怎么回事？给我停下！快停下！章鱼车来袭。成功了，终于从大坑里出来了，太感谢你了，雷克警长。不客气，路上小心。嗨，小美。你好，雷。对不起，我弄脏了街道。雷克警长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城市清洁日，我们必须保证城市里干干净净，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。好的，小美，我现在就去洗澡。啊，很好，我也该去打扫公园了。我们想让城市干净整洁，哼，我偏要把城市搞脏搞乱，哼，章鱼车该你出场了，哈哈哈。哦，终于洗好了，我敢说我是这条街最干净的汽车。是谁？天哪，呼叫指挥中心，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了？有辆章鱼车在到处喷墨，这种墨汁又黏又脏，你们看，我们要赶紧清除墨汁，超级汽车请准备，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神吊车阿力，螺旋洒水车咕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，长长手臂无穷力气，大车小车都吊起，需要救援大声呼喊，超级汽车来帮你，大家都安全了，呼噜爷爷交给你了，小意思，旋转喷射哗啦哗啦，上上下下都冲刷，加强威力喷喷喷喷，大街小巷变干净，哈哈哈哈，咕噜爷爷小心，站住别跑，
守护城是我的责任，加速向前追追追，小心小心左右躲避，超级汽车保护你。哎呀哎呀，看不见路，开启雷达滴滴呜，发现目标快快行动，是猪大王成功抓捕。哦，钓到了一条大章鱼。哦，冲刷街道，冲刷房屋，大雨大雨哗啦啦啦，空气变得好清晰，太阳太阳出来啦，照耀城市美丽干净，太阳太阳出来啦，每个角落亮晶晶，快看有彩虹。哇，这个没用的章鱼车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超级汽车，我要把你们掰啊！这个坑还没填好啊！救命！